开仪器这一个配件以后，把这两个铁板像这样的一放，放好以后，这样的孔对孔对好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边，把这个长角这样一放，这是长角，这样一放，然后这个长角这样一放，固定螺丝，这个是这样放着，这个是这样放着。然后从这里穿螺丝，穿好了以后，从这个机器的底板上螺丝，上这里有配的螺丝，有配的扳手，从这里螺丝从这里穿过去，然后从这里上螺丝，从这里把这个机器反过来，反过来以后穿上螺丝，拧上螺丝就可以了。